大家好，这期我们学习一个后交叉外脚背拨球动作。做动作前可以练习一下后交叉步，提升节奏感。第一步，脚外侧后拉球，另一只脚由身后外脚背触球，并轻拨球。第二步，拉球脚快速后绕交叉，同样用外脚背拨球。重点，第一次拨球力度要轻，双脚节奏一样。开始不建议跳坐，以避免踩球受伤。